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你好。1955年属羊。1955年属羊的是吧？嗯。你们知道刚刚他为什么摔话筒啦？你们知道不啦？发飙了，你明白了吗？那个我那个混响听不见，回音话筒听不见，你讲吧，再讲一遍。1955年属羊。啊，五五年属羊，你呀？对。好，说吧，看什么？看看我身体吧。腰不好。对。我腰很酸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眼睛很干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。睡眠不好。掉头发，颈椎也不好。哎呦，你有点血压高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经常不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注意啊，我讲给你听好吧。好，你的喉咙里啊，长了一颗东西。喉咙里。你可以去查的。明白了吗？我今天在这里讲的，明白，你去查，查完了之后，你可以告诉大家了。哦，明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要赶快把它消掉的。哦。不是太好。哦。嗯，你的感情发生过变化，明白了吗？对。我的丈夫走了，不在了，20多年了。对。不过像你这种人。就算丈夫走了20多年，也会有人喜欢你的，只是你不一定想跟他好而已。有个人对你也蛮好的，明白了吗？我看破红尘的，我看破红尘的。你看破红尘不想要他了，但是他对你好嘛就好了呀，又不一定要你要再嫁给他的了，对不对啊？哦。嗯，你条件还不错，你自己家里各方面条件倒也蛮好的。过去好像做过生意。啊？没有吧？你老公有钱。我老公啊。嗯。哦，1955年，属羊的。我老公不做生意的。我说有钱，过去，过去，现在你刚刚说他还在不在了？不在了。对呀。20多年了，走了。瘦瘦的。对。人挺好的。他现在在哪里？很善良。嗯，你要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？死人是看名字，活人看生肖的。张，公章张。张什么？德，德月的德，德字体的德。张德宝。宝贝的宝。张德宝。嗯。你给他念过小房子吗？念过，还是不多。嗯。小房子念的不多。张德宝。张德宝。嗯，还算好，在阿修罗。在阿修罗、嗯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、你不要太凶啊！啊？你老实一点。哦。现在是他跟我讲的。哦。他说你过去对他太凶了。哦。他还债都还你了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啊，你要不要？你不卖账的话，我可以让他晚上自己来找你的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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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啊。其他没什么了，你还想问什么？问一个盲人徐秀，徐。徐秀。徐秀弟，徐秀弟弟。师傅，这个徐是那个目光的目，是上下结构。哦，两个目。对对对，啊、然后下面是。徐。对。秀呢？优秀的秀。优秀的秀。弟嘛就是女。弟妹的弟。啊。啊，徐秀。女字边旁一个弟是吧？哎、对对对。什么时候走的？2016年。女的是吧？女的。徐秀弟，徐秀弟。
这个人过去活着的时候就是拜佛的。对对。非常好，我都没想到，很高。谢谢。玉界天。啊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看到，非常好。走的时候你们还给他做过法事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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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我们是往生的。对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了。啊，现在知道了不啦？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念的小房子质量怎么样？质量还可以啊，就是你念经的时候凶了一点。啊，我念经。能不能再笑一点？笑点。千手千眼，我为大悲心投了你多少年？千手千眼，我为大悲心投了你，我不走。自己都笑死了吧？对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。台长看都看见了，我可以把你拉过来看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好吧，好好修啦，想开一点啦。现在已经比过去脾气好很多了。不修心的话，你脾气真的很厉害，明白了吗？哦哦哦，你不卖账的，你是个男人。啊，我是个男人啊。好啦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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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感恩。